rapper 吧。他以前的歌词有 diss 过偶像，原来是这样。AK 那个 diss 那个词写的真的好狠哎、欸，好凶哦，我都被吓到说。不要惹他，不要惹他，不要惹他。嗯，大哥好，大哥好 ，AK 好 ，AK 好。OK OK， 喂 ，OK， 老师们好，我们是好张扬、哦。老师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好张扬的好，我是冠军半生归来人是素人的蒋敦豪，我是来自好张扬的张 ，AK 刘张，音乐替我说话。AK， 哇哇哇哇哇！大家好，老师们好。我是来自喜欢耳刀的于洋，我们带来的首秀歌曲是《不同凡响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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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很好听吗？我是很期待 AK。刘璋的和声都这么好，能唱那么好。其实刚来节目之前，我觉得 AK 就是 rapper 嘛，就很怕他，就觉得说他应该会是很冷酷、很凶的那种人。三二一 ，AK 你好可爱呀、啊！可以啊、哦，变帅了，越来越像个偶像了。帅啊！想看一下刘璋准备的。OK。这首歌是对我之前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做出了回应，它叫道歉信。哦，哎，不是吧？他曾经上过热搜，就那个事儿。他之前是 diss 了 idol， 嗯嗯 ，diss idol 行业是吗？对 ，diss idol 行业，然后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。他为什么要 diss idol 行业？嗯 ，I don't know。我来到这个首秀舞台，我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把道歉信唱好，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歌，它代表着可能我跟过去的一些 say bye bye。 可以了，在干嘛？是已经道歉完了吗？想哭了，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我们。那个是这样子的，以前18、19岁的时候，当时是因为一些热点事件激发了自己心中一个很大力气的一个怒火，我就开始讨厌起一些人。当时我玩说唱时间很短，然后我在歌里面只是纯粹的人身攻击，
我现在回去听，我实话我也觉得很讨厌，就是很想给自己一巴掌那种。所以我觉得我欠的交代必须得给。有人问过我说，如果你在这个舞台唱了，所有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干过这样一件错事，你要承担这样子的后果，你愿意吗？我说我必须得承担。哇，可以 ，respect。我觉得首先这个名字就非常勇敢。我觉得一个会道歉的人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。谢老师。真的，而且你最后那句话特别打动我，而且要在最大的舞台上做这样一个事情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魅力。我很好奇 AK，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面，因为他在他的团队的舞台的时候，就是可爱 ，OK， 会 rap， 声音蛮好。给他加时之后，就是突然变成一个别的人。我说哦，不一样。我想要知道他真的是谁。他是一个很有自己个人角度的一个人，在男团里会不会大家不接受他，还是说他会让男团的音乐走到一个独特的方式去，我还蛮期待。那我们开始撑腰。老师，我说实话，不是我帮我朋友说话，我第一次听于洋唱他原唱的时候差点给我唱跪了，你们确定不想听一下吗？那既然这样说兄弟，那必须挺一下兄弟，来吧。谢老师，谢好兄弟，来来来，太棒了，好喜欢刘翔哦，真兄弟，真兄弟。啊 ，so good。那个后半的好怪死你，才跟我换节奏。他太有感情了，他写的词太棒了。有一说一啊，他这种太老派了，老派唱腔真的。但是原创写的真的不错。于洋是真的有点让我吃惊。之前的时候，因为你们那个组合唱的歌，我甚至觉得可听可不听，可看可不看。但是当你刚才自己在独唱的时候，你把我唱笑了。他居然出了一种男低音的比较复古的声音，然后最后又出了一种有点汪峰的弟弟的声音，就中间可能还有一点点李宗盛。哎呀，少年呐！对，中间的那段李宗盛，这是个什么组合？挺麻辣的，我说。谢老师，谢老师，好，我们给各位撑腰。老师，让请为我撑腰吧，兄弟们。When he started playing, I was like, whoa, because his voice is just amazing. 全亮，肯定全亮，你看一下。哇，这么多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Waves 厂牌的 AK 刘璋，谢谢大家为我撑腰。就凭这首歌 Respect 你，分了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蒋尊豪，谢谢大家为我撑腰。因为那些不吃香，因为他队友现在色彩太明显了。本轮的撑腰王是 AK Rap 玉阳吗？
于洋。恭喜恭喜你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